今天带大家看浦东新区豪宅别墅九间堂，点赞收藏转发给你的大佬朋友。作为马爸爸的邻居，小区环境超好，小区内设有球场、健身房、游泳池、羽毛馆等，绿化率约60%，建筑面积789平，加上地下室，实际使用面积约1000平。主副楼结构，我们现在在主楼一楼，现在上二楼。房子整体采光好，空间利用率高，非常适合企业总部办公等。周边交通也十分便利，地铁公交都很近。朴实无华，马爸爸的邻居也种菜哦。这个走廊连通副楼，副楼的二楼，楼梯通向一楼和地下室。下面就是地下室，关注我，带您看更多上海美房。